大家好，今天带大家来看一看，法国的皂荚摩店。像一般这些都是土耳其人啊，或者是摩洛哥这些来开的，因为这是他们的传统美食嘛。啊，环境大概就是这样，都差不多。一般里边有一个电视，然后呢，顾客大部分还是少数民族。然后先吃点薯条。播放的是足球，他们比较喜欢足球明星。薯条吃完了，已经还不错，还行。我觉得他这辣酱还挺好吃的。我现在来这家好像说是比较有名气，然后他这个板砖肉夹馍还挺重的，估计得一斤多吧，500多克的样子，还挺烫的。在门口那儿刚烤，菜。就这个大一块，我天，这东西肯定管饱。哇，真不少。好了，我开吃了。大一块呀，我估计吃不完。有奶酪，有生菜，有鸡肉，我要的是鸡肉。那么大一块，真心不错。反正是肯定是管饱的，一般人就吃这个就能吃饱，肯定能吃饱。好重一块。都是肉，是吧？咖喱鸡味的，里边有鸡肉，还有烤土豆。我把那辣酱也放上去，那辣酱挺好吃的。这是好吃的一块，我这才吃了三分之一呢，吃不动。还剩三分之一的样子，要把这碗吃完了，真心不少。还剩一点了，水忘拿了，噎死我了。是真心管饱。